是马氏兵站的观众朋友们，又是美好的一天啊！这期要给大家带来的模组呢，叫五彩斑斓工艺。顾名思义，模组里的道具个个五颜六色，而且都会闪烁，直接闪瞎我的24K 钛合金狗眼。言归正传，首先我们来看作者给的这本里写的是什么。大致意思就是，由于材质包过于闪烁，可能不适合以下人群。作者还提示，不听劝告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均与本模组无关。好家伙，让我们来打开它的庐山真面目，一探究竟吧。啊，这啊确实挺闪烁的，这哪是五彩斑斓啊，这简直就是五光十色，色彩缤纷，粉红艾丽，绿树成荫啊！看我手里拿的这把剑怎么样，像不像小时候的玩具，流光溢彩，变化多端，之后的武器差不多都是这个颜色。好的，颜色说完了，那我们来看这把武器的特点。首先拿在手上会增加一行生命值，比附魔金苹果还厉害，同时拥有三个不错的 buff， 最主要的是它能在生存模式下飞起来，而且掉下来也不会摔死。好家伙，这和创造模式有什么区别？然后伤害非常高，打敌人直接就消失了，不会留下任何痕迹。按一下右键的话能发动闪电攻击，如果周围有生物那就直接秒杀，果然是模组里最厉害的武器。而且还有一个隐藏功能，那就是前行的时候按住右键能进行维度传送，就比如我现在要去末地，点一下就传送过去了，非常的方便，来去自如，好吧。请问还有比这个更厉害的武器吗？我现在没血了，但是不要慌，可以用这把斧头进行恢复，它的功能就是挖掉方块能回血，恢复速度也非常快。先说一下，这里面的武器伤害都是秒杀级别，然后是这把镐子，挖掉方块会随机掉落各种矿物，像钻石块、绿宝石块这种非常多，挖掘速度也非常快，毕竟是255级的急迫 buff。 再来看这把弓箭，可以直接射掉方块，伤害就不用多说了，懂的都懂。我现在手里拿的是一把剪刀，颜色太花了，很难看出来，任何方块都能剪，而且掉落附魔金苹果，感觉还不错。接下来这把铲子是会掉落经验瓶的，以后附魔再也不缺经验了。最后一把锄头则是可以掉落各种食物，反正这些武器你有了其中一把就无敌了。那这就是这款模组的所有内容啦，感兴趣的可以去下载体验一下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是做梦影龙过不去的布灵布灵灵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